马肠都吃过，羊肠子你们吃过吗？尝一下这个羊肠到底做的怎么样？在我们去喽。然后今天朋友约我吃烤肉啊，在一个小区里面这个烤肉店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店，哇！我好的嘛，老板。你好，客人来来来，好好好，非常坐。有两个朋友，好的嘛。吃个啥呢？今天这个店的特色烤肉，烤全羊、薏米烤肉、松松烤肉、烤鸽子、蔗汤面、馕坑烤羊肠，那都来点嘛，都点吧。这个馕坑烤羊肠我们真的没有吃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，也没有看过。158一公斤啊，我下去拍一下，它到底咋做的？喂，老板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这个咋做？我来看一下。你这个馕坑咋这么大？对对对，这个馕坑是我特制的煎馕坑。这还有温度标呢，这个。对对对，全部是为了健康。而且环保，这是薏米烤肉吗？对，这个薏米烤肉，我们这个肉原是白银不都跟黑土一样，肉特别好，正儿八经的薏米，这个正儿八经的薏米，多少公斤肉有呢？这个真正一公斤肉。你们那个烤羊肠咋做的吗？你们看一看烤羊肠。这个羊肠里面羊肉吗？对，羊肉，马肠是一样的装。哎，马肠一样，可是这个味道嘛不一样。你们馕坑烤出来吗？对，用馕坑烤。搞一下，搞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这个里面呢不包括任何科技黑料，这个烤全羊呢已经放到馕坑里面了，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呢才能熟呢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羊肠烤肉，这是薏米烤肉。哇，这个太狠了，薏米烤肉太狠了。这个松松烤肉也是第一次吃，然后烤肠子第一次吃，烤鸽子我们经常吃的嘛，我们雄鹰嘛经常吃呢，特别想吃一下这个薏米烤肉。哎，开始吧。哇，哎，你们这样弄一下嘛，我吃一下。哎，这里没有人帮你的话你还吃不了这个一圈就一公斤肉。哇，爽，真的爽。这吃起来有点麻烦，但是肉嘛真的好吃，它这个肉没有太多调料的味道，吃就是羊本身的味道，这烤肉真过瘾啊，吃着慢慢吃慢慢吃。我来尝一下那个松松烤肉。对对对，来一个松松烤肉啊。你看这一松是牛肉丸，然后再加一层羊尾油，这种烤肉我还真第一次吃，但是吃起来真的好吃，这个肉口感不错。这烤肉18块钱一串。来个鸽子，来个鸽子，吃点雄鹰嘛，这鸽子不能少。哇，碎碎的。确实好吃。老村长，这家店特色烤肉真的好吃，就是它保持了原有那个食材的味道，原汁原味嘛。我们重头戏要来了啊！马肠都吃过，羊肠子你们吃过吗？尝一下这个羊肠到底做的怎么样？这个羊肠，看着都特别过瘾。你看我看到了羊肉、羊尾肉，还有皮鸭子，还有香菜嘛，这个是看着都特别过瘾。哇，来，哎呀，尝一下，真好吃了这个。我还以为它吃起来会特别腻，但是你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我感觉比马肠还好吃，肉特别多，满满都是肉，不然的话它一公斤也不会卖到158美金，没让我失望，好吃了。吃点吧。几公斤烤全羊，老板这个？2公斤，挺多的。能吃得完吗？哎，点这么多，吃不完。吃不完给啥老师打包呢？吃点烤全羊，吃肉就爽。烤全羊，这家店每一道菜啊都是原汁原味，没有太多这么调料的味道，就是羊本身的味道比较重一些，好吃。